黄帝阴符经，观天之道，执天之行，尽矣。天有五贼，见之者昌。五贼在心，施行于天。宇宙在乎手，万化生乎身。天性人也，人心机也。立天之道，以定人也。天发杀机，宜兴易秀；地发杀机，龙蛇起路。人发杀机，天地反复；天人合发，万变定机。性有巧拙，可以伏藏；九窍之邪，在乎三要，可以动静。火生于木，祸发必克；奸生于国，时动必溃。知之修炼，谓之圣人。天生天杀，道之理也。天地万物之道，万物人之道，人万物之道。三道既宜，三才既安。故曰：识其时，百骸里；动其机，万化安。人知其神而神，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。日月有数，大小有定，圣功生焉，神明出焉。其道基也，天下莫能见，莫能知。君子得之故功，小人得之轻命。古者善听，聋者善视。觉力一元，用事十倍。三反昼夜，用事万倍。心生于物，死于物，机在目。天之无恩，而大恩生。迅雷烈风，莫不蠢然。至乐性愚，至敬性廉。天之至私，用之至公。情之至在气，生者死之根，死者生之根。恩生于害，害生于恩。愚人以天地文理胜，我以时物文理折。人以愚愚胜，我以不愚愚胜。人以其其胜，我以不其其胜。故曰：沉水入火，自取灭亡。自然之道静，故天地万物生。天地之道静，故阴阳盛。阴阳相推，而变化顺矣。是故
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为，因而致知致敬之道。律历所不能弃，原有其气，是生万象。八卦甲子，神机鬼藏。阴阳相胜之术，昭昭乎，近乎象矣。